还有点发烧，多少度？去医院了没？这就不吃不喝也不睡啊！太好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哎哎，大长腿都到你腰了吧？啊，应该到我肩膀了。 睫毛好长，这脸擦粉了吧？擦粉也擦不了这么匀呢。我怎么越看觉得越像个女人啊？还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是美女。别看出事儿了，别看了。 心动的感觉。喂，还睡呢？都几点了？喂，说话呀！就身体有点不舒服，眯了会儿。哪不舒服？感冒了？应该是，头晕。 感冒没事，多吃点药，多喝点水。还有点发烧。发烧？多少度？去医院了没？哎，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四肢乏力，我一个劲冒虚汗，根本站不起来。你们公司人呢？没一个人带你去医院吗？大家都在忙，跟我没时间管我。那怎么办？不是还有你吗？ 我这会儿在工作也走不开。你看，大家都这么想的，工作永远比我重要。别闹啊，听话，赶紧去医院，逮着就没事了。等你忙完了再说吧。哼，那看来还是没什么事儿嘛，那你自己扛着吧。<咳>那你忙吧，不打扰了。<咳>地址发来。什么时候来？忙完再说。 行了，我先去忙了。嗯，挂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来的。新歌弄完了，就剩合成了。 好，这里面确实太闷了，很不舒服，我出去透透气。笑什么笑？我跟你说啊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什么都没看见，知道吧？别忘了他的人设，高冷禁欲系的男神。这世界很酷。